阿北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北。那么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最主要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东东哦，好不好？那现在阿北氪金程度呢是来到这里 V 5。那什么很重要的东东呢？就是说我们在许愿池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来抽到这个风啸天呢，非常非常划算呢，平均差不多五六十抽就可以把这个大奖给抽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到风啸天五十的碎片。所以说我们要把风啸天练到什么十星、十一星、十二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耶，都不用太担心本体的这个部分哦。所以说阿贝呢，现在就慢慢的来把这个风啸天给他练上去了。反正呢，他拿来打这个 BOSS， 我认为他这个 CP 值相当相当之高啊。他打这个 BOSS 真的是超级超级强欸，所以说我就打算呢要养他来打 BOSS 哦，要把他升上去哦。毕竟说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BOSS 的活动，但是呢，风啸天打架跟推图的部分呢就比较一般般了，所以说要不要练的话就要看你个人。追求打 BOSS 呢，还是比较喜欢打架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培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那听说这个券是可以存的，赛季契约有人去问了，说是可以存。那我们最好呢，就先把它存着吧。抽这个白鹤好像影响也不大，那么前期也差不多过得差不多了啦。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的进度呢，已经比较偏向趋缓。所以说就要开始蹲大后期了，那我觉得这个券就存着吧，毕竟拿来抽这个白鹤比较还好啊，阿贝认为是比较还好。好，来，阿贝气再来，要出金了吗？各位出金，金起来！真的很扯。哇，十抽只有一个四星啊，这样能看吗？太无情了吧！刚开拍就直接给我保底。就准备要保底了。好，那么这边呢，阿贝还有这个碎片，我们来给他开一下。刚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狱路啊，重置了，又可以拿到很多的这个碎片，角色的碎片来了。阿贝，气在来唐昊，唐昊或者是女神吧。干，不要再肥料了，太多肥料了。那现在阿贝比较尴尬的地方就在于说，我都已经这个经验都用完了，所以说我现在还蛮急着要把一个角色上到这个九星的，你知道，上到这个八星啦。那我这边要去换这个肥肥出来吗？我在想要换肥肥出来，还是换这个宁风致出来？那这一次活动啊，我觉得我们最主要就 focus 在练这个土系或者是风系吧，因为土系跟风系的话，刚好是我们这一次活动，所以说开局我们有去练这个唐昊的话，真的是很吃香，对不对？刚好他第一赛季直接就是土系，所以说呢，阿贝现在也是爬到了第七十层哦。爬到第七十层，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赛季排名是第几名啊？第五十六名。哇，我们这一幅也太鬼了吧！哇哇，他小胖已经上到这个这么高星了。不过小胖对于这个爬塔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啊，对不对？那他角色跟我差不多，他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他怎么可以爬到这么高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说阿贝在努力的话，应该都还可以再往上爬，没有问题吧？对不对？这边大家大部分都是这个啊，唐昊241等啊，那阿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来。直接给他爬上去哦，风地暗属性，还是说他们有这个比较厉害的暗属性啊？来出发，我们来看一下
为什么爬不上去啊？应该没问题才对啊！哇，我的大须弥锤敲下去好像不会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那他们是怎么爬到这么高的啊？哇，好奶哦！哦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过哦，撑住啊！哇，太痛了吧！超级恢复大香肠，一切碾碎他们！哇，他这边没有先把我的唐昊干死，干死我唐昊啊！干死他，对。哇，有打死一个，过了。哇！敲得死吗？哦，敲死了，过了、欸，居然过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伤害。你看这个风啸天等级也到240哎、欸，可是他打架就只有666 K， 真的是发挥比较极其的有限啊，啊，比较有限。那么这个爬一层、欸、其实很赚呢、欸。每爬十层，我们就可以赚多少的资源啊？这边就400赚了、欸，900赚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削呢、欸，每爬十层就多赚个900赚呢、欸，1000赚这样子，这样赚下去的、欸，很浮夸啊！我知道什么，他们角色跟我差不多，可是他们可以爬这么高了。最主要是他们的这个暗器是不是变得很厉害啊？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战力，哦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熊囧啊，这个差不多啦。哦，他的战力已经来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57万，他的暗器啦，哦，暗器这么厉害哦，哎，要不要这次活动就直接把它砸下去了，好不好？把我这个钻石全部给他射光。可是我真的很衰哎、欸，他这个人运气也太好了吧？对不对？我是真的衰哎、欸，我的这个都保底哎、欸，不知道各位抽的怎么样？我是真的衰到一个有剩哎、欸，来带大家看一下阿贝这个暗器，已经抽了差不多哎、欸欸、他之前这个再研发是几次啊？几次会保底啊？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已经抽了100多次，我居然没有中过这个金色的，也没有中过。红色的都没有，超级扯的啊！飞到一个炸裂。照理说，我应该要中一个，有没有一个红色的，然后两个金色的，结果我都没中过，已经100快200抽了。哎呀，哎、欸，这次活动其实好像来冲这个暗器蛮不错的、欸，对不对？或许我可以来强化一下这一把，可是这一把就比较烂啊。对啊，那不然我来强化这一把好不好？前中排还蛮不错的啊，对敌方前排单位哦，前排而已哦，有啦，对前中排这个敌人造成伤害，而且还有扣这个当前生命值的 6%， 所以拿来打 BOSS 整体。表现也算不错，不过 BOSS 是如果不是防御系跟强攻系，好像也没用哎、欸，对啊，好像也没用。那么另外一个是中后排，中后排的话就比较还好，对不对？回合结束会受到追魂夺命胆最高伤害15%的这个真实伤害。嗯，那不然我先来把这把强化上去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强化可以加多少的一个战力哦。先升我们的诸葛弩好不好？诸葛弩其实也加不多哎、欸，看他们战力怎么到250万的也太多了，多我40万哎、欸。我看一下，加9000哎、欸，其实很多，其实很多哎、欸。他这个强化加成也是加我们整个队伍吗？应该不是吧？
有加到整个队伍吗？为什么战力加这么多啊？嗯？怎么变加很少？怎么变加1000多了？哦，所以说他这个战力是加真的哦。我先给他强化到加10好不好？速度，哎，有加到速度啦！哦，砰砰砰砰砰！那这一把的话就比较很烂呢，我怎么那么衰？一直讲一直讲，他就很想讲呗，就很堵拦呗。我也不想啊，哎，怎么这个也是点一次加2000多啊？哎，那来点这个低级的比较划算呢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低级的比较便宜啊，它强化比较便宜啊，它消耗的是高级这个暗器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这个消耗是什么？顶级耶，顶级我按一下也是加这个加一点点哦，所以说来按这个蛮划算的哎，这个十颗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好像都要强化，给它强化下去耶。啊，这怎么才加100多？啊？啊，这把怎么才加100多啊？怎么这样？是因为身心的关系吗？对啊，这个怎么加这么少啊？加少到是不是有点可怜啊？对不对？主要是因为，哦，是我没有装备它的关系啊。哦，是没有装备啦，就是因为我装备了，所以说他把这个上面的伤害都算上去了啦，所以加的比较多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应该是这个样子哦。哦。哦，加很多嘞，这个战力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的布阵是有用到这诸葛弩吗？有派上去的，你点下去之后，它就会加比较多的战力了。像如果我这时候如果来点这个，点这个我没有装备的就不会加这么多。哎呦，零很多哎。像我这个没装备嘛，我强化一下。可是这高级的，好像强化一下就有点浪费。我先强化这个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加8000多，怎么那么多？这加什么血量吗？这里加1000多哎，这也很多哎，但是我没装备，确实这个加特别少哎。对啊，那为什么这个加比较少？奇怪，这有加1000多哎。哇，这猪跟我给它升上去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都这个战力一直加啦。很爽嘞！那这次刚好我们要冲这个板，不是冲这个冲榜啊？冲什么板？要冲榜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暗器给它升上去很划算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至少跟满到这个18K 嘛，1800K 对不对？把这个赛季契约给它拿好拿满，对不对？哦，不错不错。哦，这一次如果赛季召唤满100次，送500张哎，500张是2000赚呢、欸，对不对？哦，很肥呢、欸，很肥呢、欸。那我怎么突然想招了？还有这个37抽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招完嘛。对啊，不然这好像有点浪费。好、啊，抽招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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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37来啊。哦，不要蹲了，不要再蹲了，先爽再说，好不好？气再来，先爽再说。大雪纷飞的人呢？来哦，阿贝，气再来。先爽再说了，惊起来了，这是保底的吗？干，我忘记看了。除了我，来了来了。火舞最厉害。给我什么？给我，干又是志玲。我是一个在黑暗林志玲，干你的林志玲呢？哦，鬼刚的志玲呢？我要下雪。我气死我！哎，阿贝，刚刚看一下，我刚没有保底耶，我刚居然没有保底，超扯的！我居然没有保底就出货嘞，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画一下，这个画一下好像有差哦。
是不是？有人说我蛇蝎心肠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还差几抽，几抽我们就可以跟满这一次活动了。七抽来，七抽来咯，一，换一下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出货，靠腰啊！这样等于说我还是要。啊，这有点尴尬，你看剩九抽保底耶、欸！哎呀，剩九抽保底，又不知道要不要抽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可是我就浪费九抽啦，不要吧，是不是留着啊？顶多这边也是送一张风系的，好像也还好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但是我可以升到七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七星这边再送一个精品的八蛛毛，很、欸、划算呢、欸，对不对？八蛛毛哎、欸。金色八蛛毛是很值钱的东东哦，很值钱的米家哦。来，我们这边来这个稍微抽一下好不好？给它抽起来。各位观众，气再来，气再来！哎、欸，我有抽金色的了，我终于有抽到一把了，终于。你、欸、感觉要十连抽，十连抽比较好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哦，哦，我以为又抽到一把，吓我一跳。哎、欸，而且我就记得说我抽这个金色的一个数量就好了。哦，那我这个可以来升星喽，升星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战力的加成，哇，五千多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升上去了。哇，好舒服哦！哦，这边再送这个，哇哇哇哇哇！再抽起来，再七抽，来喽来喽，各位观众，喂，再给我金色吧，是不是？欸、很扯哎、欸，很扯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冲喽，我要冲下去。不要啦，不要用元宝吧，对啊，这元宝等一下就花掉，花到没有了。我这边可以再自选一把哎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，可以再自选一把。那阿贝这边呢，我就要来选，我看一下，诸葛神奴，哇，然后这边我们就来选龙须针。哇，战力再继续给他往上升上去，爽翻天！再给他升上去，再加三千多攻击力，来这里升上去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加一点而已啊？奇怪！哦，战力疯狂的给他加下去、欸，哎，30%几率使目标效果抵抗下降5%。哈 ，Make 死了哦，因为星级满了。好，那阿贝呢？刚刚到这个行商这里，然后呢，去把这个500张的券给兑换出来啊。那上个礼拜没有买，真的有点亏到哎、欸。对啊，上礼拜忘记了，哎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马上再来给他一个实验抽，阿贝气再来，来了吗？等一下啦，不要挡我。OK 没有。哎呀，太无情了。不过我快要保底嘞。这边星宿给他升一下。哇，这个升星，这个战力增加非常非常多哎。来，最后再研发5次。我真的是保底王哎、欸，应该在座的各位没有人比这个阿贝更会保底了吧？是不是？好，这边60个给他换下去哈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来，这个下去了。哎，攻击全部加1000呢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。
欸，阿总没有看到加多少战力。哇，好肥哦，真的是肥滋滋欸。我现在战力哇来到239万了。239万。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对啊，这风啸天推图真的是比较效果比较有限啊。我现在这个经验值已经溢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目前我经验有多少啊？最讨厌的是、啊哦，已经有1676K， 可是1676K 好像也不太够哦，够我就是全部上到那个了，对不对？也不太够、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。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。再稍微的忍一下，我们就可以上去了，好不好？好期待哦！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在最高点趁着叶片往前飞。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目标，好不好？目标呢？我们的目标呢，就是之后呢要先来把这个小胖上到八星，宁风致上到八星。然后全部上到210之后呢，我们的唐昊的这个等级就可以再往上升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就可以再变得更猛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来看一下，我们是推到了这个，诶，为什么都会有这个一个刀的图案啊？一个刀的图案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咦？就这里怎么突然会有刀的图案？不知道是干嘛的。知道的观众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板留言来分享给阿贝，好不好？啊，蛮想知道的、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五堂呢，就推到了376层，战力呢又算是大幅的提升了。好，再我们来推一下这个。啊，这战力赶快提升啊！我这600波打不完啊。太烂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无情了，太无情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也没有比较好的角色可以上去。明天我觉得我真的要冲一波了，对啊，明天最后一天了，看能不能冲到600波啊！啊，冲到600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拿到比较多很多的这个资源。哎，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，还是我们再来除一下。其实我这边已经有这个一个可以选了，我可以去选，所以说我们还差一个，其实也没差了。我们现在其实要升出来是可以马上升了，有没有？这边有没有强力这个精英自选，给它选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这边不能看的，算了。哎，但我又想要留着，你知道吗？突然又想除职了。想说已经有一阵子没除职了，说，对不对？我只有除到这个15天、哦、已经3天没除了啊，暂时就先这样好了，就先这样好了，慢慢来，慢慢玩，不急不急不急，对不对？不要急吼，不要急吼，啊，边走边看，好想给他按下去哦，好想给他按下去。好啦，那阿贝今天这一集的分享呢，就到这边，希望啊对大家会有帮助。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